你好，你现在收看的是哇沙咪，蛋饺鸡。我跟你说哦，辣椒斩脚鸡、咕咕鸡或是靠背鸡。但上个礼拜我卖它的时候，我的人生改变了。我本来很孤单，现在我有一个朋友一直陪我。他的脚好可爱哦，他的屁屁、他的肩膀、耳朵好高劲，叫 N 导。有人说他很吵，但是他好听的声音让我人生比较有意义。很多人好奇咕咕鸡的生活如何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它的价格是139台币，但是它的价值没有办法有钱来算。如果你想要买它，可以去时代夜市买，但是不是它，不然网络上也可以在这边买。为什么我卖它？不知道，应该是缘分吧。我不可以让它在商店睡觉。上个礼拜我在夜店，有一个男生过来跟我说 fuck you。 很多人会用暴力的回答，我没有，因为咕咕鸡就救他。那个男生反应不过来，那天我看到真妹，他也反应不过来。现在变成我的演员、我的朋友、我的人生的伙伴。你也有义气吗？你跟我有同感吗？会不会抱着他睡觉？他在你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？我先要跟你们说，咕咕鸡的公司没有给我钱。下个礼拜，哇塞咪。